应该是番茄炒蛋吧。那我还记得我在退伍的那两三年，其实收入不算太稳定，因为想要好好走演戏这一块，那相对收入变少，然后需要时间耕耘。那时候真的是没有太多钱吃饭，所以我永远记得我会去我喜欢的那家青州小菜，然后点一盘番茄炒蛋，你配一碗白饭。我还记得那三年常常都是这样的方式在解决一餐，所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然后也觉得他陪伴我，然后支撑着我。11月13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东森戏剧40台，拉菲兹电商4.0，美味满格。